I 爱很小，赢了，让游戏变这么无趣。好久没被队友吹捧了，艾克敢不敢？敢，可是被队友选了。王者飞艾怎么样？干，我刚那样加文也被抢了。来个飞艾吧，中路已经有一个刺客角了，我们再选一个单体定人的务工角，基本对面的后排很难存活、啊，除非他选范也活不了，萨亚这种自保的，或者打得很猥琐的 EZ， 不然这把的 AD 是没什么可能活下来的，除非我是白痴，对，除非我是白痴，但我不是。不带刀锋吗？不带，我飞爱都带这个的，这样比较硬。我跟你讲，真正厉害的飞爱不需要刀锋的攻速，就可以很快的打出三重抓击。你就抓那个普攻的间隔补一个一，你知道一可以重置普攻吗？你 Q 到他脸上，然后普攻一重置，哈哈哈，直接三下三重抓击就打出来了，三重抓击打出来就有攻速了。就不需要刀锋之跑了。你如果啊，我没有刀锋之跑，我打出这样 Q 锤到，砰砰砰，然后砰砰砰，三重转移出来攻速这样砰砰砰，然后如果我带刀锋之跑，就是哈砰砰砰砰砰，就是我前三下会稍微快一点，但是砰三下打完还是一样砰砰砰砰。你三下射完，你攻速跟后面是一样的，你就大概多个 0.5 秒的时间吧，但你想要多 0.5 秒的普攻时间，还是你要硬一点，然后可以撑久一点。就严格讲起来，如果我打这个人打3秒啊，飞艾嘛，基本锤到举起来打，大概打3秒嘛。如果没有带刀锋的那个飞艾，大概可以锤4个普攻吧，4到5个普攻。然后带刀锋之跑，顶多多一下，顶多就没有差到那一下的伤害，因为飞艾本身可以重置普攻，重置普攻完马上那个 W 的被动攻速就出来了，所以我觉得他几乎不需要任何的加攻速，唯一要出刀锋的局，我觉得就是你玩卤蛋杀手的，你出这种的，加妖梦。欸、这种如果带刀锋爆发会高很多，但这种容错率低啊，我们不推荐。我们比较推荐的是战神三项手套的飞埃。比较推荐大家飞埃开蓝、啊、因为飞埃打单体蛮强的，但是打一群的怪不强。他比较难处理鸟跟石像，石像还好，鸟真的很难处理。当你没有办法跳过鸟的时候硬吃，你状态会很差，所以还是推荐吃蓝，然后吃完红上三等，你再考虑吃鸟。没事当然就可以吃鸟了，吃起来就会轻松很多。他放眼了，我看见了，他以为我开红。等一下我不碰鸟了。这个鸟鸟，这个红吃完直接去操他，右边估计是没有被下眼的。哎，可是他的血量不是很优。哇！这个E闪啊，不，这 Q 闪太细节了。可以，我们现在刷怪领先超级多，31-13刀，有看到吗？我们对于野怪的掌控程度高他家多了，然后还拿了中路的手杀，我还回补过，你看见吗？我补过他没有？这现在算是我们打野单方面的大获全胜。
让各位欣赏一下悲哀优异的机体。我吃完龙满血，我没有特别肥，就一把长剑。这是一个很夸张的机体，我再横过来吃河鲜。基本上这把的中立物件全部都被我掌控了，我拿一个手杀。如果说这把的打野是有评分的啊，假如这是一场考试，我大概是99分对上50分。嘿嘿嘿，他很谨慎啊，可以哦，嘉文，可以耶，他没有硬探哎。Here comes the punchline. Champion! 不。没事，你伤不了我的，扭掉！怎么会有伊泽瑞尔啊？干的！他这还很小啊。是不是想折莲花啊？这种，那么大不要脸，你根本没扭，没扭，我没扭，我没扭啊！我那不是扭分是吧？剪辑师帮我 highlight 一下，我他妈我那个最好叫没扭，我分明就扭了，是伊泽瑞尔射的很好。刚。明明就是一个高手过招，怎么被讲的好像是我很菜一样？读一下这判断，哎呦，这个伤害这么容易挡的吗？要怎样啦？一直叮叮叮，哎、欸，你怎么这么倒霉？刚好被我黏到了，你刚好被我黏到了，你太倒霉了吧？你好倒霉啊，嘉文。Q 过墙，你刚好在这里，他戳走刚好被我牵到线，是真的倒霉。哇！太夸张了、哦！干！我一直在捶，完了，没事，我一直在捶墙壁。哇！干！伊泽瑞尔是觉得打钱很好赚啊。是吧？差一点就觉得打钱很好赚啊！嗯，你要死啊？怎么办？你死啊！哎轻松，大都不用怕啊！乱拳锤死他！哎、欸，艾克，撑着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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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剩下我速度。哎这龙好像也要没救了，来果子打一打。不是吧？你不可能勾我吧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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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锤死人了！啊！被抓走了，人被抓走了。哎，魔豆，那个不好意思。
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那个，拍谁哈？拍谁？拍谁？拍谁？干！哎，智商压制。哎，艾克又在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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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没死。他真好强啊！真帅！刚刚一滴血没死，这是靠赛吧？这应该跟实力没什么关系吧？对，你的痴汉蹲在这儿攒够。嗯，在干嘛？迷路哎，举起来，不见了，神奇蛛王，他魔豆到底是看谁的台学的、啊？对，台机可以。Legendary， 撤退撤退撤退，还好不是勾我，活着真好，活着真好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哎、欸，他跳好远了、哦。艾克斯逛爽没？他该不会需要我帮忙吧？丁特史丹利会结婚？什么东西？你这是有断点吧？然后丁特史丹利会结婚是这样吗？干！我今天教运动，他不运动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们可不可以去他直播台教他要运动啊？教他不要再这么懒了，好不好？我哎、欸，我是讲认真的，我是很关心朋友。他这么肥，真的身体可能三十岁就会有状况了，会有什么心血管疾病？我真的不是诅咒，没有恶意，没有冒犯的意思。但我看我朋友这么胖，然后我会很想要约他运动，希望他能活久一点。你们身为他的观众，真的爱他，好不好？每一次就提醒他，叫他去运动，但是不要呛他肥啊，呛他肥他可能会不爽。对，丹利是不是要运动一下啊？特哥有没有找你打球啊？丹利没事户外走走吧。我要举进去吗？